在跟什么学校打比赛的时候，发球打中尹山的后脑勺？您现在收看的是《约翰毕》，我是米君，我是 Allen， 我是花轩。今天我们要来排球少年问答挑战。今天的题目呢，就是针对我们的动画一到四季的内容来出题。还没有看过漫画的朋友们 ，Don't worry, be happy， 绝对没有再爆雷的。那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吧，看你会答对多少。Let's go。然后总共你们会有10秒的作答时间，然后只能写下来作答，用纸来讲不算。哎呦，这个是哎，这看这哦哎哦，好，日向就是写 A B C D 吗？对，写 A B C D。哎，其实听声音听得出来，大家写什么？哎，二一 ，Masaka， 请班。啊，我看错了。你好烂啊！我看错了，我以为是隐山的，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日向的是什么，忘记了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哪一所学校不属于宫城县？哦，不可以，这是多选。那选哪一所学校？但这是多选，这个哪一所学校不属于宫城县？二一。有几个？有几个？我不知道哎。对。在跟什么学校打比赛的时候，发球打中顶山的后脑勺？哎，没有人打，是青叶神学，是什么时候？是他们第一次跟青叶打的时候。你说他们不是全国吉川非要来的那一次练习赛？第一次练习赛，然后吉川最后才上来。是在那个全国的比赛吗？就跟你说，是有练习赛，是练习赛，刚就讲了，干什么东西？以下为萧虎高中的人多选。哇！等下我写太小了。I hate you。大家都少答一个。哪一个？其实我刚刚犹豫他，但我不确定。你要还回去。木兔就是有做错事情，他会踹他。进入解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举手，意思一样，但是字写错，算对吗？字错就错，大学生还写错字。翻过来之后，你们可以解释一下自己在写。不行，大学生还写错字，好就不行。好，结果哎，等一下，不要了，我先学校。裁判认定嘛。先学校，我不知道字怎么写。好，裁判认定，好。大地在与河九谷一带时候有受伤下场休息，是因为跟谁相撞？撞到屋檐谁，然后休息。懂了就好了。我忘了。这很重要。等一下，我猜一个，我猜一个。等一下。我忘记了什么。亚麻克吉。谁啊？平头，那个平头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天中打。我都讲了，然后他是一个艺术家。杨博先写的。这样我算对吧？对。他说对。不对，光头那么多人。那我给你一个弥补机会，他背号几号？我不知道，八号。不行，刚刚说一时对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你两个朋友都说不行。田中、隐山、日向、山口的背号数字相加是多少？真不知道。我猜。山口智。这是小孩。等一下，算数要时间。差不多这个数字吧。等一下，我要验算。我不知道，我乱写。完全是加错。加0.5吧，我写出来全部都对。我觉得可以，至少你有。为什么我刚刚不行？不行。是，等一下关头。答案错就是错。答案是错，不行。大会不公，不行吧？你刚开始是有说解释对就可以，现在又不行。可是另外一个副审主审说不行，刚刚说可以，你们这样规则浮动。以排球少年动画第四季中的身高来算，西谷加山口跟日向加大
相加身高比较高，你们就写人名就好。嗨，完蛋，我没有看完第四季。三，来，写字需要时间。感觉我又错了。答案是日向家大地，根本就没差多少。我只记得这个没。不是，我只记得山口180。好，我们第一关结束，要进入第二关，先来小结一下分数。歪旋3.5分。哎、欸，这么少，我答对又少。哈，我以为我答对很多哎。米居5分。哦，我好讶异啊。我觉得我蛮会考试。你就是用猜而已。Alan 1分。啊、跟我背号一样，故意的，我是故意考一分。第一题，请画出清水。不是我们家怎么画？我们画一个脸。不是大概画一个位置。我，你要先画一张脸，我要先画一个椭圆形。画一张脸，你是把它的字点掉。然后眼睛，把它的字点掉了。眼睛，鼻子。好了。等一下，快点。这什么了？他这边还有一点。这里，来哦，看一下答案哦，只有一个人对。啊！在哪里？在嘴角。可是他画的上去不像啊。很像。像啊！在左下的嘴角。面膜，就是可以吃。我觉得你还有鼻子啊。我觉得你很像樱桃小丸子阿公。不是这样的。县内任一所学校代表物，简单画，好难哦。然后跟他名字，有很简单的，有一所学校超级好画。等一下，太丑了。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一，我觉得可以。可以啊。可以吧？可以。我觉得这个没有诚意，这个才是乌。我也有，我也有乌，我也有乌啊！他是人叫乌里子。白鸭。他没有读开。没有，来不及。没有来不及了。这样。这什么鸟都可以啊。对啊，我也可以说那是青蛙。这是白鸟折吧？这是。你是蒙的哦，白鸟折。乌耶！白鸟折。白。来不及了，于事无补。于事无补了。你干嘛一直这样讲？这个头发是谁的？哦，我知道，可以写两个字，可以写四个字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好像不太知道。等一下，我犹豫。我如果写错，等一下。乌养教练吗？哈？哎，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乌养教练？是啊，我想说他头发应该再平一点。乌养教练头发，他头发没那么多，他头发没那么多。因为我本来想说他的那个。好，哦，谁的抓头？这个很简单，好不好？我会写错啊。啊，大写。怎么了？你是有后面？没有。这个很简单。好，下面一题。好热哦，蛮大。请问是谁的眼睛？他的眼睛也是有特色。那个画质有点差。对啊，这画质有点差。我可以给你们乌眼对那个狗哥哥。3、2、1。吗？对，到对。眼睛有特色。看，我真的很不会记名字，我刚才没想不起来，我帮他写自由人。哪一个眉毛是？哦。第一关加第二关是6分。哦，好少。
好吵、喔。好了，片头曲我超熟。敢不敢写舞？绝对不是一，我觉得知道绝对不是一。笨蛋才行。我就笨。我不知道那个题是什么。刚刚前面有题目啊，我记得是这个，是吧？对，完全的字是完全的。他不是说字错可以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。他被写的。何騒いでんだ？大地さんに怒られるぞ。え？ただの野屋じゃねえか。え？野屋さん？でも野屋さんの身長が縮んだ。確かにおめえは髪の分まで慎重だぜ。やめー！笑ってんじゃねえ！あんまり騒ぐな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在吵，大地会生气。哦，我以为大地。啊，大地后来有生气？有，他只有声音出演。嗯、对。負けず嫌い怖っ。你要看到那些图？你们等一下。什么啊？乌野球？什么东西？二次公平是对的。我要写屋野吊球。哦，是没错，算因为我忘记吊什么球。算。我原本我也想写吊，我也写成吊，然后吊。最強の挑戦者稲荷崎。よし、行くぜ。道の古豪カラスの頂に近づくのはどちらなのか。我不知道。完全是对的，真真真真答对。我刚刚以为他要出谁在拉筋，所以我特别看尹山跟那个田中的站位，所以我是推他的对角。哎呦，我记得那个什么日向在这，然后冈西谷站在旁边。那我们就答题结束。耶、yeah,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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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那我们游戏三关都结束啦，来公布一下最终的成绩。大家觉得好不好玩呢？你最喜欢什么题目呢？我自己最喜欢五官题，头发题。那大家可以告诉我们你最喜欢什么，或者是你获得几分。如果你比我们高的话，我们就给你一个爱的鼓励。好哎，好哎 ，OK。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小游戏，这是我们刚刚的会外赛答案纸。我们现在要随机出题，然后找到正确答案，然后秀出来。德国表。
表现主义。来吧，准备出题。我要出了。啊，不可以，不可以阻止人家翻吗？好。田中在跟何炅指南比赛的时候，有撞到谁，让谁下场休息？等下，田中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怎么可以？这样算吗？这样算吗？我们取前一二名。我有特别出很多答案。你怎么还可以找到？你看你有三张。